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盖好？他除了礼物就全部都给他了、哦。你看我哇，台湾台，今天你礼物会拿很多哦。来，会三个一起唱，好不好？摇起来！不要看我们弟弟平常时在那叫妹妹，但是他也是很害怕鞭炮声的哈。宝贝，我们干一杯。